The Hongsheng Sun Gong Temple held the birthday celebration of the Guangzhe Zhonghuang. For the Wenfeng Shanshi, the Dongshi Hui Juixing Qingzhu Guangzhe Zhonghuang Shengdan. May 24, 2024, 甲辰年8月22日是菲律宾凤山寺恩主广泽尊王圣诞千秋。菲律宾凤山寺董事会于当天上午8时在寺庙里隆重庆祝广泽尊王圣诞。香坛上供奉了三生五果、鲜花米酒、茶名转盘、金珠果盒，供诸位善信拈香膜拜。随后由各位名誉董事长、荣誉董事长、董事长及诸位董事率领众善信向圣王宫行三跪九拜礼，敬祝圣王宫神诞千秋。仪式结束后，该会准备了福宴招待众善信。南安广泽尊王信仰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广泽尊王又称保安广泽尊王、郭圣王、翘脚仔神、圣王宫，本名郭忠福，是中国民间信仰中的一位神明，具有翘右腿、垂左脚的独特形象。广泽尊王生前是五代时期福建南安的一位牧童，退化成神之后屡屡显灵，成为南安当地的乡土守护神。其信仰更从南安扩及整个闽南，又随着移民迁徙而传播到台湾、香港、菲律宾等东南亚等地，颇具影响力。 China Town News 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。